那今天来这边就是打打杂，当当义工，帮忙主持一下 mobile session 的这些 track 的样子。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可以直接找我。那 IRC 上面就是 Titan 987，对，就北七这样子，好，很好记。对，那我 Titan 地方比较不一样，就是 TAIT。那今天我们那个邀请到的讲者是 Justin Lee， 那他目前任职于和讯科技，那是一位user experience 的expertise。那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一个UI 的 design 的 framework， 叫做 Titanium。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话题，然后 pay attention， 因为应该还蛮有趣的。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下载了这个 app， 现在在App Store 跟 Android Market 上面都已经，有，喂，用这个，行，喂 ，OK， 这样听到，对，然后这一套现在上线的这个 app 啊，其实就是用 Titanium 来开发的。好，然后今天就是要借由这个 app 开发过程当中的一些例子，好来跟大家介绍说 Titanium 这套 framework。好，那刚刚主持人介绍过，我就特别分享。好，那我们公司主要做的是就是在推广 Titanium Mobile 这一套 framework。好，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开发一些iOS 跟 Android 上面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大家是不是有点眼熟？好，那这个人可能是你自己或者你的老板。那个，这个是你开？哎，开了。有说到什么 ？Hello。没收到。继续。对，就这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就是说有一个 idea， 哎，要做成 app， 好，然后又要跨平台 ，iOS 跟 Android 都需要你。好，然后老板又说，那现在平板呢也开始流行嘛，所以平板跟 smartphone 都很多，好，是不是很常见这样的例子？好，然后而且呢，开发速度又说要非常的快，对，那有没有什么可能？对，然后这一次开发这个 app 啊，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考量，对，它时间也非常的短，好，6月20号这边开始比赛。然后7月15号就要开始让大家去做第一波的投票。然后事实上啊，这个 Apple 开发的时间大概，因为6月底那时候非常的忙啦，所以我大概是7月初，我去看我最早的档案，大概是7月4号开始做的。然后7月15号有一个初心。然后目前你在App Store 上面看到的那个是8月7号，大概十几天前那时候上架。然后Android 部分花比较久时间，好，那是昨天下午才上架。对，那如果说你要开发手机上面或者平板上面的这 app， 你哪两种选择呢？好，一种就是 web app， 好，就是说你用网页的方式去做。好，但最大的缺点是说它没有办法上架卖线，好，没有上线的时候也是无法使用。另外一种是 native 的这种 app。好，他就必须要学会 Java， 就是学会 Objective-C 才能开发。好，那他的时候的体验也比较好。好，然后只是他学习门槛实在太高了。好，那一般的话，如果说从来没有写过，他会从 Web App 下手。好，但 Web App 其实有蛮多的问题。好，最大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上架卖钱，而且是离线的时候没办法用。对，那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好，那其实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好，那让可以用熟悉的 Web 技术来开发 Native App。好，那就是今天要讲的 Titanium Mobile 这一套 framework。好，那我就从这整个流程上面这样一路讲下，等一下来再讲Titanium 比较详细的你在开发时候的细节。好，那当然第一个是这是一个完整的 App 的开发流程，好，那我认为是应该先有一个愿景开始，好，不会说没有目的就直接开始开发。好，那愿景的话，像这一次。这个 Costa App 的目的的话，我认为有一部分是要
也不是说取代，是辅助说去年用的大会手册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会手册里面有什么。好，它有像是这种时程表，好，有每一场演讲的介绍。好，那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说，当我要去找一个特定的某一个演讲者的时候，好，那我想听，比如说左边的这个小猪的这一篇演讲的话，好，那我是不是会在那边打个勾？那事实上，你在 S N 到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忘记了就忽略了，好，那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好，然后还有，当然还要做地面图。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去分析说，那过去的做法，那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坏的地方是在哪里？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才会去开始去设定说，我们这一份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我这次设的期望是说，希望让观众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活动，然后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听哪一场演讲，好，这种事情就交给 App 来做就好了。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是我归纳下来，我这一次我自己的目标是这样子。好，第一个它要跨平台。好像前面桌上这几个，Android 的 Pad， 还有 iPhone、iPad， 好，还有当然 Android Phone， 这全部都是支援的。好，那现在可能没有时间让大家看，那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有机会拿给大家看。好，那我想要做到就是这些，然后没有网络也 OK， 然后资料详细要可以做记号，可以更新，可以搜寻。好，那愿景完了之后呢，当然是要进入设计阶段。好，那到底要怎么开始？对，那我的做法通常是先观察，好，先去观察说过去人家是怎么用类似的东西，或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特定要做的这个事情。好，那哦，不好意思，这个因为我不确定他需不需要上到我平常在帮打个马赛克这样，对，就是说观察，好，观察这状况会常发生，好，你马上就要知道说下一个活动是你之前你想听是在哪里，再来是网络不可靠。好，这个刚刚我在听的上面看到已经有人说，哪一个第一会议室的网络好像爆掉了。好，所以离线功能就可能是很重要。然后再来是超大的会议室。好，所以说会有座位表这种东西出现。对，然后再来是即时分享嘛，大家都想马上把，你正好听到这个讲者他讲什么有趣的，你会去给那些没有办法来的朋友。对，那。通常在设计的时候，不会一开始就去看说我们功能到底要做什么。好，那前面提到的愿景，我想要做到，那个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要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好，这个是什么人，谁在用，好，然后是在什么环境用，好，那产品是什么，这边产品等之类，那他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事情，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对，那这个情境呢，它可能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比如说，以我们这个 app 的例子，好，这个假设有一个里程表的这个功能，好，那在活动之前，可能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大家是在家里，好，可能用 app 去找议题，好，你想听的议题，好，那到了比如说刚刚的情况，刚刚第一场完，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找场地，好，那你可能是在会场的任何地方都可能，你要找一个场地。好，然后再来是像比如现在，好听讲的时候，你可能是在比如说在现在这个会议室，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用这个 app 是来查询讲者资讯，好，或者说有更多的细节。对，那在不同情境下面啊，其实这个使用者他期待是不同的。好，在活动前他是讲，我要怎么找到我想听的？好，在找场地的时候是下一场是什么，位置在哪里？好，在听的时候是更多的资讯。好，那当然不同情境限制也不同。好，活动前是，我可能找到一半，突然有其他事情耽搁，再回来看，我刚刚找到哪里？你如果说没有让他有一些可以做记号的功能的话，那可能就不太符合他的需要。那找场地的时候呢，他可能边走边用，能不能让他马上看到说，目前这一场，是哪一场？哪一些是已经过去的？那听讲的时候呢，有时候网络不稳定，那这样的资讯你有时候还是要查。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离线功能等等这些？对，所以说我会从情境，比如说像刚刚的那样的情境，好，去想说那实际上要做的功能是什么？好，哪个情境下用什么功能？然后才会从功能才转到 UI 跟架构。好，那 UI 跟架构我也不是直接开始解构，我会先，比如说像用。
这种，哦，这种便条纸啊，哦，就 iPhone 形状，那我可以让在上面画说，哎，我想这个功能它到时候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设计的时候会先从一个装置开始，不要一直搞很复杂。你所有情况都考虑的话，就没有办法开始了。好，所以说，我建议是说先 smartphone 或 tablet。好，因为 smartphone 它是因为屏幕比较小嘛，好，它是负责的是一些最核心的功能，好，就是说没有不行的功能。那比如说像 iPad 这样的装置的话，它比较像是除了本来用之外，再加上一些扩充。好，所以我建议先做 smartphone 这边开始。况且有 smartphone 一定比较多了，所以先做 smartphone 效益比较高。第二个是先做 iOS 或做 Android。好，那这主要原因是说两边的 device 的种类的差异非常大。好，在 iOS 这边我们考虑到 iPhone， 可能 iPhone 4跟 iPad。好，那看 3GS 要不要支援。好，所以很少。那在 Android 的部分的话，我看它官方网站上就24种屏幕解析度。好，那可能数百种的 device， 你要测试啊，或者你要设计。我认为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先 iOS。好，然后再来是说，大家记得要遵守 UI 的规范。好，大家看这样情况，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怪怪的？对，其实是反过来的，因为像之前有时候看到一些 App 啊，它明明是在 Android 上，为什么操作起来像 iPhone？ 这就会非常的怪。好，那有时候怪就算，有时候是会变成，比如像这样，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操作的。比如说把 Android 的界面搬到 iPhone 上面，因为它没有 menu， 它没有 back 在界面，好，有一些地方进去就出不来，所以你必须要遵守 UI 开关。好，你要尊重不同 OS 之间的差异。好，那接下来进入今天重头戏，就开发的部分。好，开发的部分用这次用台积电 Mobile 来做。好，那它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专案。好，它支援的平台是说手机的部分，这是手机部分，它支援 iOS、Android 跟 Flutter。那开发的平台的话，就是Mac 啊、Windows、Ubuntu 都可以。好，然后 SDK 版本现在是 1.7.2。好，开发工具是 Titanium Studio。好，然后不过因为这一套工具它其实只是一个 framework 架在本来的托卷上面。好，比如说你要开发 iOS 的 App 的话，那你还是需要有一台 Mac， 然后有Apple 账号才能够那开发者才能输出到手机上面，因为它其实只是透过 Python 的方式去操控下面的这一大堆本来的 Android SDK 或是iOS SDK， 所以本来该装还是都得装。好，然后它的做法是说不用 JavaScript 去写原始码，我加那些素材之后，好，然后它我们利用 Python SDK 里面的 Python API 这样子的东西，哦，都是 JavaScript 的东西。好，然后透过它有一个技术叫JS to Native Bridge 这样的技术，好，它可以帮你转换成，好，比如说在 iPhone 上面，它就变成是用Objective-C 写的东西，好，在 Android 上面用 Java 写的东西，就是原生的程式，好，所以出来的效果，好，不论是在效能上面，或者说那个 UI 的长相上面，好，它就是跟原生程式完全一样，因为它就是变成原生的程式。然后很棒一点说，它只需要一套原始码，好，它的那个。刚刚讲的 JS to Native Bridge， 它会依照你的平台不同去做转换。好，那它功能其实非常多了。好，那包含了刚刚讲的 Native 的 UI。好，那你要做 LBS 的东西也 OK， 你要它可以读 GPS 的GPS 上用各种 sensor 的这些资讯，然后它也可以用相机。好，你要跟联络人这些去做连接，有资料库、social network， 好，这些其实全部都可以做。好，那如果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做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叫 Titanium Plus 的机制，就是像是一个 plugin 的机制。好，那只要你公司有人可以用Java 或是 Objective-C 去写 native 的 code 的话，你可以把本来只能用 Java 去 code 的东西，把它变成让JavaScript 也可以去 code。好，那在开发的部分的话，他们现在目前是用到官方开发工具是 Titanium Studio。好，它是一个 Clip-based 的 IDE。好，那应该很多人对这会很熟悉，好，因为是去年的时候，他们Accelerator 就是说台积电公司，他们并购了Appen 这家公司，所以那个 IDE 现在已经变成是台积电的一个官方的开发工具。当然，本来 Appen 本来可以做的那种，比如 PHP、Ruby 6开发还是继续可以做。好，然后它除了可以写台积电之外呢，它跟比如说 Git 之类的发展管理工具也有很好的整合。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专案的架构。好，专案的架构的话，大概它会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好，最上面的那个 BIM， 好，那个目录就是说，我做完的东西转移出来，那原生的专案就放在里面。好，这里面呢，比如说 iPhone， 假设 iPhone App 的话，你丢来之后，它一样是可以 build 出来。好，所以这就证明说它帮你做了转换，好，变成原生的程式。好，然后 resources 中间这个 resources， 这是我们最主要。在开发的时候会用到目录，好，然后里面有去有一个红色的 app.js， 那是起始档，好，就是我们的 code 是写在里面，从那边开始，好，当然是你的规模比较庞大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切分的，不过这是起始点，然后它另外还有比如说 Android 跟 iPhone 这两个目录，好，这个就是放那种只给这个平台用的这些素材，好，那里面可以放，比如说这个。你希望说 iPhone 跟 Android 的这个 App 的 icon 不一样，那就是你要放在不同的目录下面。好，然后 TIPP.xm 是设定档。好，然后接下来看一个简单的 code。好，那它的 code 其实非常简单。好，那像这个是一个 Hello World 的例子。好，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个我们先建立一个 window， 建立一个 label。好，然后点了那个 label 就可以在它的那个 log 上面就写label 不零。好，这样其实我认为是，如果说过去曾经写问的话，这样的语法应该是大家可以很容易接受。好，那我自己实际上的例子是说，我从还完全不认识台电脸到开始可以写，大概其实你马上可以开始写了，大概会稍微可以写点东西，大概是花一个月左右时间，所以我认为是还蛮快的。那给 Web 开发者啊，我整理了几个秘诀。第一个是说，所有的 UI 都是由 JavaScript 产生，然后不要想象说有 HTML 这种东西，好，所有都由 JS 来产生，好，然后因为它里面没有动，所以你也不需要挂 S jQuery 这样的东西，好，然后它里面的 window 呢，其实相当于浏览器的视窗，好，然后它里面的 view 就相当于 DIB， 好，那当然 DIB 也是可以包 DIB 的，好，那事件处理的话，一样是用 event listener 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再来是元件的使用的部分呢，它其实很特别，是说它有一些共用元件的部分可以使用。好，比如说像我这次用到的 Tab Group 这样的物件，好，它在 iPhone 跟 Android 上面都有。好，虽然它们长得不一样，那我可以用同样的原始码，我就可以同样它帮我依照两个孔去转换成它本来的样子。那有些情况会有些特殊的，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Pop Over， 好，这个东西是只有 iPad 上才有。哦，它在它的 namespace 上面就会有特别去强调说，哦，这是 iPad 才能用的。哦，所以说你大致上从它的这个 namespace 上就可以去区分说，哦，这个元件是共用的，还是说是特定的 platform 才能用。好，哦，那有些情况呢，假设没有那个特定的元件可以用的时候，那你只要用模拟的方式。好，哦，那比如说 iPhone 有这个 Tab Bar 可以用，那 Android 上面我就把它来模拟。好，哦，那因为要做这样子不同平台、不同的程式码嘛，所以说你需要去区分不同的装置，好，就是利用台电点 platform 的 OS name 或是版本，好，这样来做区分。那再来是为萤幕最佳化的部分，这也是我认为我这一次花最多时间的部分。好，因为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说，那萤幕部分大概有哪几个要注意？第一个是解析度的部分，好，那在 iOS 部分大概就是上面的仪表320480。64920，好，768124，好，这个 iPhone、iPad 的解析度。那在做一个方面比较复杂，它有这么多，对，然后再一个是大家有时候比较忽略的是，屏幕的这个密度，好，就是可能大家常见的那个 PPL（Pixel per Inch） 这种东西，好，那这个是 iPhone 的例子，好，那就是说可能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像素数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说我们要为不同屏幕准备素材 ，iOS 部分大概准备两套的图，那你做一部分，这是最基本，可能要准备就是这样三套的图。好，那假设你需要未来更多的 device， 希望都能够最佳化，好，那就要准备更多套。好，那我的建议是说，最好你的图片是一开始就用向量来画，然后你从大做到小。好，那像我这个例子是说，我把它做在同一个档案，你比较容易去看说有没有东西是漏掉的？要不然如果切开一个一个来做的话，很容易就会有东西，不知道到底做了没有。然后再来是可读性的部分，像有些图啊，在比较高解析度的装置，比如说左边那个Nexus S 上面，那个
平面图可能就看起来蛮适当的。那如果是放到比较旧的手机上面，那我如果直接把左边图拿来用的话，那可能是完全看不到字的。好，然后在刚刚的那些素材全部准备好之后呢，你要让它程式里面可以直接读到的话，好，那在 Lightning 里面它用了像这样的机制，好，在这一部分它用路径来区分的。好，那左边的是它的路径嘛 ，Resources 下面，然后刚刚讲的Android 它是特别。这个目录下面所有素材是为了做准备的嘛？好，那里面再有一个 image 目录，好，那就是可以依照说我们不同的解析度、不同的比如值的横的状况，去区分这些不同的素材。好，那前面的那个图就是说我刚刚做出来的素材，就放在不同的目录下面。好，那其实还蛮复杂的。那 iOS 部分的话，它就是放，当然是放在 iPhone 的目录下面，然后它是透过档的去做区隔。好，它就是比如说 Star， 然后 iPhone 4在用的。好，那你其实，在程式码里面的话，你全部都是呼叫同一个路径下面的东西就好了，同样的档名。好，那台台也会自动帮你去置换。然后在长度单位的部分的话，它支援了两种，应该我少写的，一个是 Pixel， 一个是像这种就是。density independent 的这种做法，还有一个是百分比，百分比我忘了写上去。好，那就是可以用 pixel 或是这个density independent 这种做法。那我个人比较偏好，比如说100 dB 这种做法。好，因为这样子代表说我在Android上面，我有那么多不同的萤幕的密度状况下面，我都可以保持同样尺寸。我不会说，因为我突然把小的东西放在大的萤幕上面，它就还是那么小。好，你用 DP 的话，它自动放大。好，然后在做大萤幕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考虑说，大萤幕可以做什么。好，像比如说像平面图的部分，如果说我只是把那个小的萤幕这样放直接放上去的话，只有一张图。好，那不是觉得剩下空间非常的可惜。好，你其实可以考虑说让它放更多的资讯。好，或者说像这一次我其实没有做到，就是我让大家不用一层一层的进去，我可以去做像它有一个比如像 mail 里面，左边可能是信件的清单，右边是信件的详细内容，好，这样的做法。只是我这一次因为时间关系，没有特别去做。好，然后再来是平板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是，它还要注意直向跟横向的这个不同画面的内容。好，所以说你可以，它有一个 event listener， 好，就是这个 event 是就是去处理这个不同的方向。好，那其实最麻烦是除了直的、横的之外，有些情况是人家根本是这样平放的打开，对，这个时候是我认为是最麻烦的事情。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给他一个预设，说你要直的还是横的。好，那开发的部分差不多结束的话，再来是测试的部分。测试部分这个从专案里面学到蛮多的。好，第一个是说不要只靠模拟器，因为模拟器永远无法模拟所有的状况。好，那大概。哪几个状况测不出来？好，第一个是突然那个记忆体不足。好，这种东西是模拟器上面绝对没有的。好，那因为模拟器上面有时候就是什么东西烂再烂都会跑上去。好，再来是非收纸问题。好，你们如果有装这个 app 的话，你会发现左边的星星还蛮容易点到的。好，可是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那个星星的黑点的范围只有星星的那个图片的区域而已。那我在模拟器上测的时候，就觉得看到点啊，因为滑手嘛，那个真的很小，所以很容易点到。但我到手机上的时候呢，我光要点那个星星，每次都是点到那个旁边去的，因为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说手指的触控会误触啊，或者点不到问题，你还是要靠实际来测试。好，再来是多测不会错。好，因为不同的 device 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我所以尽量的多测。好，好，再来进入到发布的部分。发布的部分的话，这一次的经验是说，在 iOS 部分我等了十天才上架。好，然后在 Android 部分，其实我是昨天中午发布啦，然后昨天可能因为没有持续量大概多久，下午三点的时候就有人说已经搜寻得到，所以说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好，那不过像。前天的时候我又送了一次 App Store 这边要更新版，他们又改了一些新的东西进去，好，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上。
哦，所以就算更新的话，哦，这个时间你如果说这东西很重要，还是要特别去顾。哦，所以说我后来的策略，哦，其实也跟我前面一起差不多。好，在 iOS 部分开发时间，因为它的屏幕的解析度比较少，好，所以说我就可以比较短时间开发。好，那 Android 部分，因为它解析度那么多不同的 device， 好，所以说我开发时间是比较长的。好，那在审核的部分的话，那正好两反过来，好，所以我建议是先开发 iOS， 好，你在设计的时候也尽量单纯，做好之后赶快让它没有问题，赶快开始重整。好，那等到上架的这一段期间呢？你赶快来改做一部分，好，那你这样的话到这一差不多时间的上架，好，那再帮他复习一下，好，那整个流程的话就是愿景，我先去想我这个 app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好，我是不是能够用一句话去瞄准我要做出来的东西要达到什么，好，比如说这一次的 app， 好，要你自己讲得出来，好，就是说希望让他会中可以尽情去享受活动，好，那会。哦，也会这个问题交给 mobile， 你必须要能这样讲出来。然后在设计的部分呢，好，设计的部分先观察，再做设计，从一个 device 开始，好，然后先 iOS， 后 Android， 先 smartphone， 后 tablet。那开发的部分呢，哦，因为这个时代很难一语道尽，那请。大家还是要详细回去自己开发，就会知道。好，不过它的好处是用台台点的好处是说，你只需要维护一套 code 就够了。好，不会说因为我要先写 Android 或先写 iPhone， 好，那我就需要我两个平台都要整，我就要两组的，或者说同样东西要必须重写。好，台台点可以帮助你说用一套 code 来维持，好多个平台这样子。再来是测试的部分，好，不要只单靠模拟器。哦，你需要实际才能知道说，比如说触控这方面会不会误触，会不会点不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实际上一些记忆体不足这一类的问题。然后发布的部分呢，我刚刚也提到了 ，Android 的部分审核时间短，但开发时间长。然后 iOS 要反过来，所以还是先做 iOS， 先重审，然后再来回头来看 Android 的部分。对，然后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讲，台湾 Mobile。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的话，我认为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它是快速上手，好，然后它出来的东西是原生的，好，它是跨平台，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对这东西很感兴趣，想要自己开发的话，我在8月27号有开一堂课，然后是整天的，好，早上会教你说，台积电这整个大的架构是如何，好，那下午的话会带大家实际去写一个。很小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希望说在那一天结束之后，大家都已经能够，有能力开始真的写 native， 对，然后就这样子，谢谢大家。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台积电有什么东西是 native 有，然后台积电不支援的吗？还是它有一些比如说 compiler 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它的限制是哪些？对，比如说写原生程式来讲，它的限制是哪些？通常我们客户会问说，我 native 写的好，我干嘛要改成 native？ 那其实主要的，大家都会问限制。那限制就是说，像有一些东西，大家会很怕说，比如说原生的程式，它这边比如 iOS， 它支援某一个功能，比如说 MAI 什么，那这边台积电会不会跟人化？我是怕它没有更新嘛。对，会有这种问题。但是据我之前的观察，它像那时候 Xcode 才刚转到4.0的时候，像如果说有人用 Pongan 的话，到现在可能 Pongan 这个问题还没修掉，但台积电是隔天就已经把它修好，所以我认为是蛮快的。然后台积电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像比如说，你会说有一些东西是它反复支援，比如说它 Open GL 可能支援不支援，那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写外挂码进去支援这个部分。不过这个 Open GL 其实现在目前不支援了，对，它是透过外挂码的部分去做。比如说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你是透过吗？都可以做。所以说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在开发专案，或者是在工作上这方面在玩，然后都
其实基本上它台积电这个软件基本上全部都支援。不是所有的。像那个这一次研究有没有做太多另外增加的话，是因为它这目前现在还没有成熟，对，这我来承认。现场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我们还有时间，因为我刚刚偷跑了15分钟，所以大家可以多问。那个我想问一下，台积电跟 OneGame 主要的差异是？就是OneGame 也是一个硬件的开始交换速度，然后没有办法。那台积电跟它在什么差别？主要差别的话是，如果说是 OneGame 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全屏幕的浏览器那样的话，它还是基于浏览器的引擎来做的。所以说很多的，比如说那些 UI 一样计划，或者说你要带，比如说针对 UI 这样的东西，但台积电是直接用云端，所以说在效能上，或者说它的成本经验上，一定都会比 OneGame 来的好。所以台积电也是没有透过会议屏，它是直接用原生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台积电它后世在对外它那个它的流量怎么样？是不用啊，所以它可以把后方那一边，对，就是后方那边，然后在用的工具做完的时候，我这边就可以直接输出了。那像目前的这个是输出完的嘛？那从这里我就可以直接输出到 Excel 上面，或是对外方。没有，它会直接在这工具。就直接在这边选，我就可以直接开工具出来看，然后我也可以直接从这边直接就输出到系统。对，然后唯一是说，比如你要开发的时候，你要连线是为了它的授权部分，好，它是检查这个授权部分，要其他部分其实不用看。受相关的那些授权限制，比如说它可能是比如八九人可以用啊，还是说多少人公司可以用？这个其实详细看好像上面的清楚。对，它商业开发是一半。对，会有不同的授权模式。对，不过如果说是个人使用的话，是你如果没有用到那些八九人是不用钱的，所以可以大家可以进去试试看。然后这个挖掘其实已经有我们授权。你们到时候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拿这个直接汇入到台积电 Studio 里面去试试看。那开发需要什么工具？比如说是 ID 这个，就是这个，对对对，这个是台积电官方开发，我们这边不行。那其他的像其他的 language 可以用，还有些特别的需求，或者是像这种你要开发的可以申请。就是说你要开发的是，比如说你要开发iOS 的话，那就是 iOS 本来的那些限制，它本来 S code 它要面对这一堆东西，你要 enjoy 就是 enjoy SDK， 对，就是这样的。有一下，那个你刚才提到说最后一定的那个问题，对，那下面会有一个问题，是最后要 S code 来解决，还是说没有什么 case？ 其实我后来写比较大写，可能发现就有就是你 JavaScript 技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你想要写 iPhone 的话，这个问题不太重要。但如果写 Android 或是 iPad 的话，它有时候那个机体不是那么足够的地方，你要的素材比较多的时候，这要特别注意。那就是说你在 JavaScript 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到说机体要怎么换。那就是说可以做 source level 吗？那个部分没有特别去看过，但还没有需要用到那样子的做法。对。那可以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但是我们的时候是，你就算是一般简单的一个程式，它很快就能开一个程式，就是要实际上。没有，没有那么大。就是很大。我这一次的话 ，iPhone 大概3点多 mega 吧，然后做一部分比较大，是因为我包了很多不同的解析度进去。
分就可以拿出来说的这样子。这个好像目前会没有办法这样做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然后之后我们会休息十分钟，因为刚刚播报的书。就比方说在 Honeycomb 对吧，它里面有一些最新的那些 feature support 对吧，那比方说在 Titanium 它是怎么去和那些 feature support 来一个平行的 level 呢？就比方说 Honeycomb 现在有media capture 这个 support 对吧，那 Titanium 它是要等下一个 release 才去支持它，还是它有一种自动的 API 去达到这个东西？没有，它就是它，其实Titanium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专栏嘛，然后他们其实也是用怎么讲，它有一个系统是可以让你去问问题，或者说哎我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因为那个功能的话是随着不同的那么多的作业系统，它其实膨胀速度非常快，然后他们会依照客户这边的需要，然后去看说那我们先做哪一段，他们是这样处理的。但如果说你等不及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去开发，就是Titanium。大家常常用这样的东西去补那一个部分还不是那个，所以它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差别。对，当然一定会有时间差，但我觉得时间差没有非常久。那你们会比较专注在 iOS 还是比较专注在 Android 上的那个 feature 的那个更新？这个专案其实一开始是针对 iOS 的部分而已的，然后后来才去。针对Android部分去做支持，好，然后会是更好，所以说当然是 iOS 部分现在目前是最完整的。好，我们谢谢 Justin 的那个演讲，还有他积极回答各位的那个问题。好，我们先要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因为我们刚刚有一点点就算是播报，那原本是说可以播15分钟。可是我们却准时在一起。那为了跟其他的 track 可以 sync 起来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在演播时间中，大家才会继续。那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就是休息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再宣导一次，那个把你手机的 AP 功能先暂时关起来，因为已经影响到现场跟 Hotspot 的 wireless 的连接这样子。好，谢谢。对，我准备一些贴纸，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这边。这个就是